大家好，我是九龙豪宅 Kevin Go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就是爵士花园的单位，我们现在一起去看看。爵士花园就是位于京士柏道33号的，它的隔离就是京士柏运动场。除了有基本的康乐设施之外，最特别的就是有网球场和有篮球场，很多年轻人放假的时候都会在这里玩的。而屋苑也有提供穿梭巴士来往油麻地。今次带大家看的单位就是爵士花园一座 B 室，实用面积是1035尺。一入屋经过玄关位，就跟住到我们的饭客厅的位置了，面积相当阔落。客厅使用落地玻璃窗的设计，因为单位除了有露台之外，还有个气窗。在露台那里望到出去，主要都是望翻我们油麻地一带的远流景，以至去到京士柏花园的远树景。单位是属于三房一套的间隔，现在我们就是先望一望主人房。主人房同样采用落地玻璃窗的设计，而且采光度极高，望到出去就是望回我们自己内园的泳池，远至京士柏的网球场都可以被你望得到。主人浴室是重新装修过，储物量充足，有窗保留是用浴缸。客厅另外一边还有两间客房的。这一间客房的景观就是跟客厅一样，望返油麻地一带的远流景。这一间细房的景观就跟主人房一样，是望返内园泳池。两间客房中间就有一个客厕，同样是采用浴缸，两个洗手间都是有窗。厨房设计是正实用，提供了基本的煮食炉具，另外预留了雪柜和洗衣机的位置。而厨房的对面就是工人房了，工人有他自己休息的地方和有他独立的洗手间。今次就带大家看到这里了，多谢大家看我的影片，喜欢的话就记得赞好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条片见，拜拜。